开台第一件事就是送你们慢模式，慢30秒，真的很快。哎，你吐什么东西给我？你要我吃腐肉？不用了，我还有面包了。今天呢，跟我玩的除了两个老屁股之外，啊，就是还有一个新破老屁屁，他那个纸片老屁屁，纸片的声音比较小一点，纸片大老屁屁，那我拿近一点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远在家里面的那个新屁屁，那个新屁屁，新的屁屁，新屁屁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新屁屁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屁屁。啊！记得去 Google， 去 Google 新屁屁就可以找到这个屁屁的频道。对，我是新屁屁，大家好，请多多指教。要不要先繁殖一下嘛？啊，那个要金胡萝卜，金苹果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哦，订阅了。哦，竟然订阅，不，竟然赞助了，谁啊？噔噔噔！哇！噔噔噔！现在赞助。哎，怎样？我这边没有不够金矿不够多哎。我可以骑这只马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我进来了。MOD 们，麻烦你帮我写一下是谁赞助好不好？我这样跨不，我没有双萤幕跨龙门。跨龙门？哎，没有哎，不然我先去找五星好了。我决定要这边先铺个正常一点。悟星，我是爱你的。悟星，我是爱你的。悟星，我是爱你的。所以我来找你了。我在世界地图这边。我有在讲你在世界帝国，吓我一跳。世界帝国，世界帝国四。反正我们有那个啊，我们请来一个麦块达人，就交给他做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大家不讲话，在我旁边不敢讲话哟、欸。突然想起来蜘蛛丝也很需要哎、欸，那我就把蜘蛛丝带回家。那麦块达人就靠你了啊！发生什么事？就决定是你了，就决定是你了，帮我们做一个城门出来。谢谢大大的，真的哦，谢谢大大的支持。可是我原版房子又不是说很厉害。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怎么样都越来越多东西啊。对啊，对，都不用我们抢，不用我们抢。啊，给我两年的时间慢慢研究。老弟，你就两年的时间不要离开这个。我们这个地图要玩两年哦。我们地图要玩两年，真的，我们地图要玩，没有问题啦。到时候可能二点玩了两年，你还会说我们已经玩了两年了、欸？哇，棒哦！我们这张地图已经玩了，喂，卖戏哦！我又被吓了，卖戏哦！感谢订阅，哦，感谢订阅。给你马鞍马凯，马凯到，哎，为什么放上去还没有看到？懂日文我不懂。嗯，我是 bug 吗？又是 bug 吗？放上去不见了。我去看看你在哪里。你再按一次应该就回来了吧。我没有看到哎、欸，真的没有。我也没看到啊，我都放进去了。原来是不是断线了？断线了，吓死我！哎，哦，原来只是断线，会不会你东西就这样掉下去呢？那我就放在地上啊，它就放在地上。哦，我要重新跑回去村庄里。加油！哦，加油！加油！盖一个属于我的家，有没有？在这边的临时小别墅。你说一人盖一栋吗？哎呀，怪物要来了。怪物要来了，是不是？我说方块物要来了。方块物 ，OK， 现在就盖个方块物出来。每个人盖一栋啊。也是可以啊，没差啊。那不是还要办个比赛，然后花两小时盖。那就剩下的啊，剩下的时间就来盖房子啊。来。那个红石，可是我们还有人在搞红石门呢、欸。对啊。对。红石比较重要啦，红石门比较重要，我们现在要帮他搞定红石门才可以开始比赛。速度都用不到了。第一届的那个方块屋大战有没有？方块屋大赛哦，这一个速度。要定题目。哎，我们的第一届，那我要先拆掉，我不能先偷盖，对不对？我们范围就在村庄内，好不好？
装内啊，资源嘞，资源就在箱子里面，大家自己拿，大家自己抢就对了啊。资源时间就是要在十点之前盖完，好不好？里面资源哪够啊？不够要自己去挖。哦，那就好，因为我想说不禁止挖，我想不可能吧？没有禁止挖，完全不禁止，好不好？石泥土。真定哎，没有用。咦，哇，大家都在立柱嘞，好有趣哦。好，好，哇，二三四，露天，好有趣哦。然后这样盖好了。我要去找村民贿赂一下。干嘛？你要用绿宝石啊？我需要效率服。效率服，我的效率服都丢给别人呢、欸，我都没有效率服、啊。不是你给给母啊，给母没有，然后给母下，现在根本就不来了。我好啊，把给母把效率服还我，哭哭，那不行哦。给母，你今天怎么就不理我了？我打电话给你都不接，超级打漏了，不想理我了。把村民投到我家来。怪你啊！但怪你，怪谁？除了怪你，我还能怪谁？你就怪自己吧。哎、我是不是还有放枪呢？算了。赶快出。安三也没有半砖的，安三没有哎，目前是没有的。安三也没有。我觉得我都在浪费时间，怎么办？村民在我家。啊，是啊，在浪费时间啊。跑出去，好快！还是打死？我在。打死你！抓紧时间。对啊。密码都出现很奇怪的地方。没有办法，为了节省材料，我只能做这种事。去换一把效率服，我也没有那个斧头，我的效率服送了你。没关系，我做事一向有效率。我秋风本身就效率加二，本身就是效率的代名词。谁这么硬？太搞笑。你这没开奖？有啊，你这个啊，你这 YouTube 啊，你这有呀、啊，不要乱讲，你讲话嘞，你应该拍嘛，都有。挖一挖就挖到铁矿了。觉得我不要盖两个了，两个好像不好看。你还来不及吧？所以要把石头全打掉？没有，打掉一层。我好像常常花时间在这种重新打掉再盖的上面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盖进去。这样会盖不完，那怎么办？觉得你要动脑袋，然后找一个技工来。技工。对啊，技工。简直精彩！大家做出去够先当那个技工吗？不是的，肯定不是。肯定不是哦。别把建筑外包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宿舍技。对。我们那个石头是反常人之类的石头。就抽绳，就是盖完再抽，然后包工程进去。他抽包，你抽二啊？这就有点像包工程盖的概念。嗯，没错。我觉得你盖了很久，好像你还有栏杆哦。对啊。你家是马房哦？我家露天的。嗯，马房低啊！看你们都盖这么漂亮。这个楼梯好了。楼梯。好楼梯。我们要盖到十点，对不对？对。时间不够、啊，谁说时间不够？时间不够就要收摊呢、啊？谁跟你说盖很复杂的？时间不够就是以那个当做结尾啊！好惨哦！所以我要赶快收尾了，不然会盖不完，真的会盖不完。真的要收尾了，这么快？太快了吧！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九点十分而已哦。九点十分，我感觉我要盖不完啦、啊！我们不是才盖半。半小时才二十分钟了，把肚子挤满。你都不了解我的心态，我是真的不了解了。这里怎么会长一棵世界无敌霹雳大的树啊？你坐那边吗？真的太长喽，真的霹雳大哎、欸，太长喽。应该是我种的，大到我不想砍。真的假的？蛮大的，真的很大。哪个超大的、啊？我去看，超级大的，在门口哎。大啊，门口。完了，弄不完了。哪里？不是，是那里。你还要砍吗？那里。霹雳大哎、欸，真的超级大的。这是什么神木啊？对啊，什么鬼啊？好大，超大的，超大的，怎么那么大？我们去看风破家。风破家好华丽哦，他用了好多玻璃。哇，还有放装备的。对啊。哇，风破那个安三爷拿去啊，那个道路重铺下了，之后再弄啊。到时候道路去安三爷，我之后再弄啊。我没有去被这边吸走了，吸掉了吗？我自己本身有了。哇，你还连皮革都要附魔是不是？那是我打怪掉的，那是我打怪掉的。
为什么要放一片纸片的图在这里？是你暗恋纸片吗？因为很无聊，蛮帅的啊。哇，纸片到处都是。但我这边这样看，直接看秋风，其实还蛮 OK 的。我的怎么可能不 OK？ 没有，我又不是叫纸片。不是啊，因为你至少遮住了纸片的建筑物。是遮住了纸片的家是这样子哦。原来如此。我们去看那个秋风的。现在看秋风的。刚刚不是看过了吗？我还没有看呢、啊。来啊，是一楼唯一的内装。耶，唯一的内装。请慢慢看。秋风，你全内装。那里面是干嘛？哦，这边是侧门吗？对啊，侧门通到你家后面的。你在风波跟你才有激情好不好？他还在你家挂你的，这我就不知道啊。这个我看一下纸片家啦，看纸片家啦。是农场吧？纸片家到底有什么问题、啊？太惨了吧！这是农场吗？太惨了吧！奇怪，你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就盖出这个东西，可以下去看什么？这个洞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洞是那个不要下去哦，那个行星台。行星台，那掉下去又回不来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上面也有一个，可以通到下面去。你这样子其实会有审美疲劳，就是那个很疲劳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用审美啊。那个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好，我们来看木西的家。木西家，人家家里，你看看人家家里哦，超舒服的。哇哦！非常小一个房间，被吊到了，超小。我怕我睡在这边会不会有那个雨淋到我的脸上？弄个屋檐就好了。我以为你到时候这个出生点会直接在外面，有可能睡一睡会出现在外面吗？哦，有可能啊。其实手机断线的时候，他把你卡在。有时候是有可能的，对，有可能会。啊，有村民。啊。这是爸爸还是妈妈？我应该请木星来帮我设计一下内部装潢。我的功力都花在外面了。木星，里面都没有时间用。木星，我稍微用一下而已。内装有救吗？对，全部铺地毯啊。你说我只骗你那一栋哦，我直接宣判没有救，没有救，没有救。我不要理你，我要听木星。欸、等一下，观众还没评分呢、啊。不用评啊，不用评、啊。不用评吧，不用评、啊。留言在粉丝团。需要在粉丝团吧，那个集中在秋风粉丝团。断线了，断线了，拜拜了。木星，我是爱你的。